你空降铁给他，扔给他。我有那个的，不用啊，哦，他你那又边搞有，了都有了，对啊，你他直在接大拿峡钻谷里镐，面，哇，全旁边世界都有了。还有啊，还有东西，不是你可以做个钻剑钻装啊，有啊，还有铁，还有钻石，还有钻石，哇，他都有，而且他已经整个跑到大峡谷底下。你又没有队友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都有，你就没队友，你天啊！对啊，他上一场就是这样子哦。我们刚刚跟他讲啊，哈基你快上来，不然等你没队友了，就死光了。然后那你是来装奶奶吗？对啊。好，那我把奶奶给繁星喝。嗯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减速啊。啊？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你刚刚离比较远哦。就先存着啊。啊，你没有减速啊？好，没有。我想说可以让你喝奶奶。嗯。所以你喝到是有腥味的，没有很好喝，香喷喷，对，香醇浓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对面呢，我刚看到他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可恶，我想要先进去这里，他们补了，可是我怕有怪、欸，不会啦，你记得喝奶奶就好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又有了，又被减速了，哇。哇，减速减挖超慢呢，很慢，你根本挖不动啊！那个是你根本挖不动的。你没有奈奈了吗？有啦，他、欸、有钻石，有钻石。你喝五颗钻，你是要挖的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已经拿到了箱子，有箱子。哦哦哦哦哦，哎，准备到了，他们到了。他们，我的洞进来吗？你们有在吗？我在你旁边而已。没有，我旁边啊，我等一下，我做个稿，我做个稿。对，我没有那个斧头。我帮你做，帮你做。你在我前面，站前面。好，我去找他。好，我看到你们的 ID， 我都还在找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。哎、欸，哈基，我们要丢下你喽。好，你们先走，我再过去。看到远古守卫了。嗨啊！哦，看、啊，巧克力这。我随时用那个黑曜石堵。我们到了，竟然是黑曜石啊！这个里面应该是有金砖，那可以挖吗？你们都可以挖吗？我看到上面有箱子，你找，要盖那种可以下来的，这个是只能没得挖，对啊，只能盖不能挖的游戏。啊，我还有一桶牛奶，你们有谁要喝吗？两颗金苹果，我不用。因为我现在有点想把它喝掉去装水。繁星要铁剑吗？好啊，我给你铁剑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们两个可以钻剑，你那铁剑给那个好了。喵哈吗？喵哈，对，欸、我们两把。给我是浪费、欸。不会啦，给我们两把钻剑，你啰嗦。好，就帮你们顾一下垃圾。哎、欸，你吃东西吗？嗯，我刚吃牛奶啊。不是，吃东西的声音。没有。那不是我。很近哦。他们吧，不用，应该还不用蹲吧，他看不到 ID 啊。对，你刚刚补图吗？巧克力，四处找箱子。刚刚那一层的箱子感觉没了。好，那、啊、我应该给你一个金苹果。我们去楼上。我出来了，我来到一个很大的地方。我们在遗迹里面。遗迹里面哦。嗯。我们已经在里面，你看那个黑曜石路过来就可以看到。看到，在里面决战了。好。哇，姗姗来迟哎、欸。大牌啊，没关系的，可以在这，可以在这，可以。警察总是最后到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啊啊！电影不都是？哎、欸、有深海守卫，有啊。你看那边有一只很大很胖，他四周都有，你刚没看到哦？对啊，我刚跟繁星在周围已经看到一只。对啊，所以怎么办？他在附近，就不要去惹他，不然被牵线又不好。他不是会牵线吗？远古、哦、那很痛，哎、欸、哎，你被牵了，我干你！没事，脏话。没事，我日光。为什么要吓人？怎么了？他被吓到了。哎、欸，上来。我已经，欸、我们刚刚已经被刷很多次。不是又绕一圈回来了？没有，总共有两只。对，又绕回来了。嗨，嗨，我是下来找你的。啊，不是哈基嘞？有黄金吗？哈基嘞？这个啊，这里面照理说会有黄金啊。所以要拼命看，是不是？挖不动了、啊，哎呦，我可以挖。上面箱子哎、欸，你看，有黄金。可是你不是铁镐，你不是铁镐，哈基给他铁镐。我来，哈基让我搞，快点，哈基给他搞，给我搞，快点，哈基你挖不动了，哈基你挖不动了。
就叫你让我搞就对了。空下回，快吸！没有苹果吗？没，没有哎、欸。啊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你可以当黄金圣斗士、啊。绝对挖不掉吗？我们可以全身黄金装如何？这个黄挖很慢，绝对挖不掉，挖得掉，挖得掉，挖得掉。可是你要很久，真的很久。你们有苹果吗？你挖黑去找、哦、去打。我去找苹果好了，反正我。那你顺便那个，哎、欸，喵好喵好，你在哪？挖挖奶，挖奶。哦，捞奶！哎、欸，他们来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！偷袭，偷袭！喂！有有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吃金苹果，吃金苹果，吃，吃！喂！喂！有有，漂亮，漂亮！杀掉，杀掉！吃！哦！在他面前吃，吃苹果！哎，全员获胜！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知道你要干嘛，你干嘛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？你知道我看你们全面的瞬间，我就逃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自己跳，有人自己跳。欸、你们来自己看看，欸、你们来自己看一下，欸、来自己看一下。哪里批评你吗？批评我，批评我。你看，你看我们的出生点多悲惨，看看我们是怎么来的。可怜呐！你们上面。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出生点在边界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好远哦！我从那里铺路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来的，我们已经在里面玩很久了。我们超可怜，哇，你们好可怜哦！可怜哎、欸，我们连快点都没有，你们还有水桶。很惨的、欸，没有，我们是那个有洞窟、有铁，然后又有峡谷、有钻石，对石我們根本没有干涉、欸，哎，这边有干涉干嘛啦？而且还是人工的，从边界去你们去峡谷探险一下，应该就很多资源。没有，那边是边界，只有岩石。不是，我们根本没时间去探险，只有边界。我们这边就是边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就是边界了，好惨了，无法停留。好可怜啊！我们还到中继岛屿挖泥土补充，不然走不到。你们应该往右边那块岛会比较快，绕太远。哇！我们跑去那遗迹里探险啊！你们是怎么？你们东西都是遗迹里面拿的吗？对啊。哇！那你们很多东西耶、欸。对啊，遗迹里其实很多宝。嗯，两个这样子，比我们拿了两个，没有哦，你们拿了两个，我们也拿了两个、嗯，我们还在最后还在挖黄金，这根本是岩浆版的空岛战争，和捏捏花黄金，根本打算挖进去，然后挖了两个之后就挖绝不能挖了，就什么都不能挖，哇，这边有好多钻石哎、欸，这個、箱子，天哪，好想拿哦，很舍得，把身边的钻石拿，这个到底怎么打？就打、啊、干嘛、啊？没事，还要反伤啦！装备要够好，跟他打、啊。对啊，就全身钻装，吃金苹果跟他打。两只，这里两只，有两只而已。哎、欸，三只吧？三只，三只，三只。为什么那么多只啊？为什么那么多只？没有，顶楼一只。里面不是本来就三只？对啊，固定三只啊。固定。再不好好玩生存、啊，把它弄到岩浆里啊！哎、欸，这边真的水很心机耶，下面居然是岩浆。有人被烧了两次。被烧半格血。你可以跟他游泳玩、啊、哦，小雨大战，他不牵你耶，对啊，他不爱你，嗯，恭喜我不需要，哎、欸，烧起来了，好坏有霸凌，有还在牵小雨，难怪家人也会有反伤哎、欸，你看，嗯，哇，这个反伤好厉害哦，太厉害了，哇，不行啊，游戏不平衡了。很抱歉。救命啊！出生位置太差，从头到尾都在逃命啊！好可怜啊！大家做个石铲，赶快把石铲挖一挖泥土好。哇，是第一次拿到石字的，不是马上做那些石斧、石镐，是做石铲。石铲。挖太慢了，来不及逃。爱心的岩浆，非常可爱、啊嗯。爱心岩浆。沙漠。沙漠。沙漠。哦，那我再猜一下，是树林。
那个听说村庄好像可以换东西。哎呦，换得到吗？自定义是不是？是自定义的吗？石头。所以它里面的箱子打开会爆炸吗？打蹦应该不会。好，那会有个边界可能一下就缩掉了，是要快。嗯，那应该是去不了了。有村庄吗？有啊，在这边。对，角角。角角，你们闲事开多少？我开16吧。我开17，我差不多，怎么也看不到。我开24哦。你开再高也没用啊，因为伺服器会限制上限啊。对啊。哦。一对。哦。嗯。哦。爱心的左上角。分队。分。分。我咬蜜蜂，走！耶、yeah, ，我不用下楼。这一对是繁星团团，我们一起讲，你先讲，你先讲。我讲完了，汪凡团哈。哦，汪凡团。嗯爱心的，沉爱心的岩浆，岩浆跳下去。哦，现在才看到村庄。有吗？有有有有有。好，要去抢村庄吗？哎呦！哦哟哟！哎，沙漠遗迹，我要去看沙漠遗迹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一起死，一起死，一起死！哎、欸，要死一起死！走，走你们没有攻击，先挖木头，先挖木头。挖完尽量下不去啦，你挖到都已经埋起来了啦。哎、欸，村庄村庄、啊，快点往前走。那你们去村庄，你们去村庄，我先挖木头。我们去村庄，我去挖，我挖木头，挖木头。好，这个水好高哦。你还是那个恐龙音乐洗脑了，很赞呢。但有人抖那一下就会洗掉了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快走。皮革、啊、没自定义啊，骗我！哎、欸啊，不对啊，要先看铁匠铺，要先看铁匠铺。哎，所以我来了，铁匠铺来了。对啊，你要先看铁匠铺才对。不要不见，铁匠铺到在哪？哦，拿到了，好多好多黄金，好多金苹果。哦，赞哦！赞哦，赞哦，赞哦！好，你快出来，你快出来，你要被埋了。走了走了，我吓死我！快呀、啊！快啊！我刚刚想说，为什么我挖一格会变两格？我想说我有神稿是不是？我想说我在帮你挖。吓死我！吓死我！挖了！干嘛干嘛干嘛？来来，反正给你一颗金苹果。哎呀，要死哎、欸！我们可以做附魔台了，如果有赚。太大力了。烧虾。来挖一点木头，挖一点木头。是不是没有防烧啊？哎、欸，不是防烧啊，讲错了。眼烧，眼烧没有，眼烧没有，居然没开，所以就要慢慢自己做，自己烧。哎、欸，所以那个啦，哎、欸，干嘛？哎、欸，这样这样，他遇敌了吗？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刚刚到一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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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到而已，虚惊一场。谁把木棍乱丢啊？对啊，谁那么浪费？打那个吧，打裤子打到的。打那个草掉，然后没捡到。哇，遗迹爆了！遗迹没了。进不去。哇！我快到的时候已经一半了，这一定来不及。二呢都不给挖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哦，繁星。哎、欸，是。欸、没有，我可能说，所以村庄没了。看那只兔子不太一样。Okay.这只兔子也太大了吧！长得比较大只，这样。嗯嗯嗯，哇、wow, 哦！你好敢、哦！没有铁，没有铁。继续寻找。嗯哼哼，嗯嗯。喵。这里有铁吗？哎、欸，又有一个铁，又不是、啊，又有个村庄哎。我看这个村庄是有没有人看过的，真好。哎、欸，中心点怎么没有小房间？